剪紫萝了，别跑那么快。我都迫不及待的想要了。你还迫不及待呀？你还会说成语了呀？找到了，妈妈，你看我也找到了一颗，嘴巴尖尖的。哦，就是哦，这个也太小，还不如我塞牙缝。那朵朵去捡漂亮的石头好不好呀？你跟姑姑去捡石头好了，爸爸捡紫萝。你别给我把水弄浑了，弄浑了我什么也捡不到。走这边。姑姑过来了。看到没有啊？妈妈找这个好大。我看一下，这个是螺丝。尖尖的，很小。好，去找爸爸鉴定一下。让我看一下，爸爸。你想想。没有，我鉴定不出来这个到底是什么螺。什么螺？因为它太小太小了。那是螺很好。它煮的比屎都比它大。我不要你捡的。啊，这个是石螺，只不过是有点小。这个就是小石螺了，没错。你终于捡对了一个。哎呀！我放进去了。有很多好玩的石螺。怎么那么多这个飞虫啊？很多很多。放水养两天。泡好的五指毛桃放进来，葱姜，加点盐，鱼胶粉，鸡粉，蚝油，红薯粉，花生油，这样更香。给它拌匀，多拌一会，让石螺跟鸡肉能充分的吸收到这个五指毛桃的香味。上锅蒸20分钟。你哪个穿去熬夜了？你麻将我，我看一下。红烧烧一点的蘸料啊，可以调调味，更加鲜哦。看你的感觉好饿。吃饭，吃饭。这个鸡腿留给莎莎。莎莎捡石头捡那么辛苦。应该是看小孩看那么辛苦。这个牙签，倒点汤，这个汤很鲜。我觉得这个五指毛桃挖的真好，香吗？嗯。什么？我挖的，你什么都说香，不好。他说不香，那你都不挖了。不是，是真的香，很入味。去挖的时候天气要好，挖那个小叶的五指毛桃，也不要太大，长得太高。加个鸡腿，你不要再拒绝我了，你吃吧。这是莎莎，我们一起捡的。